作品《数星星》是当代艺术家杨清扬的清先生在2006年创作的《冰点》系列油画中的一幅。作品的尺幅是1米乘1米。这里是签名。在上古时代，古老的东方文明用北斗七星变四方天地，定四季农时。那群仰望星空的人，可能很难想象，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高举火把，在黑暗中蹒跚前行。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说过，幸福的秘密是自由，而自由的秘密是勇敢。这就是当代艺术家杨清扬的清先生的架上创作《数星星》。